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《极品家丁》，作者语言，演播猛哥，第442集。姐姐，大哥真的在这山上吗？洛宁掀开马车帘子往外扫了一眼，脸上满是担忧。月华如水，残败的卧佛寺处处断壁残垣，闪着幽幽的光辉。茫茫夜色中，远处崇山峻岭，峰峦叠嶂，说不出的清冷神采。萧清玄坐在矮榻上，缓缓抚摸着小腹，叹了口气：应该是错不了了。巧巧，你放他去萧家，确实没有见到琳琅的身影吗？巧巧轻嗯了一声，脸上一片愁色。嗯，宁姐姐进宫去寻你的时候，我便去了萧家，还惊动了夫人和二小姐。据说他们也以为大哥在房里，哪知我们在外面叫门半天，也听不见里面的动静。无奈之下破门而入，床上丝被温热，大哥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夫人和二小姐也不知他的去向，萧二小姐急得都要哭了。宁儿双眼通红，有什么好哭的？好好的一个相公交给他们，却将他们给弄丢了，没找他们算账已经是便宜了他们。在金陵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，他们萧家母女对大哥呼来喝去的，却又狡猾得很，打一顿大棒又赏一颗甜枣，叫相公心里痒痒的。大哥也是心软，被他们母女欺负了这么长的时间，都还欺负出感情来了。等明日寻找了他，叫他三天不准进我房门，看他长不长记性。巧巧脸儿一红，心道：莫说是三天，就是三盏茶的功夫你也忍耐不住，到时候拉着大哥进房的那个肯定是你。听洛宁话说的直白，清玄摇头苦笑，这丫头醋性倒比我还大，也不知人家萧家母女哪里招惹你了。不就是一个臭男人吗？值得你们这么牵肠挂肚吗？小姑娘李香君在榻上慵懒地翻了个身，从丝被里伸出洁白的藕臂，向萧小姐小腹探去。吵的人三更都睡不着觉，叫我说呀，没他更好。我就每日和师姐同宿一房，过得开心的紧。师姐，我也来摸摸。他小手直往萧清玄凸起的小腹探去，萧小姐面红耳赤，轻呸一声打开他小手。小丫头做什么鬼？我与你几位姐姐说话呢。李湘君眼眶微红，哼了一声：我只是想摸摸小孩子长什么样了吗？又不是要占你便宜。叫我看呢，若是你那郎君想要摸，师姐定然高兴得很。那臭男人昨日一早便兴风作浪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也不怕伤了小孩子。萧小姐啊的惊叫一声，脸儿羞臊的通红，宁儿扑哧一笑，轻掩红唇：姐姐，大哥是个混世魔王，你可莫要万事都由着他。湘君小妹妹，你倒是事事都知晓啊。李湘君哼了一声，不屑看他一眼：我知道的事情的确不少，有一个小蹄子三更半夜叫的那个浪啊，大哥快来嘛。他捏着鼻子学着洛小姐的媚态，有鼻子有眼儿。我打你这个丫头。宁儿俏脸红透，她纵是在姐妹面前大方也承受不住了，扑上去追打那小丫头。李湘君咯咯笑着躲到师姐身后，冲着洛宁做鬼脸儿。巧巧脾气最好，见宁姐姐面子上有些挂不住，忙拉了李湘君一把。小丫头感激看她一眼，嘻嘻一笑：还是巧巧姐姐待我最好，难怪臭男人那么疼你，每次都把你抱在怀里睡觉，还是不穿衣服的。饶是巧巧脾气再好，也忍不住闹了个大红脸。李湘君这小丫头古怪精灵，每日里也不知在寻思些什么，照她说法，那偷窥的事情她可没少干。见小丫头一口气儿调戏了车厢里的三位林夫人，连自己师姐也没放过，宁儿心里平衡了许多，咯咯笑道：
香精小妹妹，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，你和我家萧姐姐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你倒像是我大哥调教出来的，跟他一般的好色。哎，你可不要误会啊，我这是赞你呢。君子好色，取之有道，大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叫李湘君这一打岔，车厢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，萧清玄却眉头微皱，神情转冷。湘君，你年纪又小，不知世事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跟谁学来的？好好的一个小女子家，说话便这般的没分寸，将来长大了还怎么了得？李湘君似乎极为惧怕萧清玄，见师姐动了真怒，顿时不敢再闹了，急忙拉着她手小心翼翼道：师姐，我不是故意的吗？这半年来你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发呆想你的琳琅，师父又经常外出，我和其他师姐妹又说不上什么话，就只好找了一些闲书杂书来看，这些都是书上学来的。师姐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以后再也不胡闹了。原来是疏于教导呀。洛宁也是个心软的人，拉了李湘君躲在自己身后为他开脱道：姐姐，湘君年纪还小，只是一时贪玩而已，你莫要怪他。对了，姐姐，你怎知大哥一定在这山上呢？说到正事儿，车厢里顿时都安静了下来，萧清玄也没工夫去教导李湘君了，微叹了口气道：琳琅与宁儿你说的话都是有深意的，黄瓜上刻着他的名字，那便是代表他了。叫厨房里的师傅不要杀黄瓜，意思就是我师傅要杀他。师傅回来啦！李湘君惊喜地跳了起来，再看见车厢里几个女子仿佛要杀人的眼神，忙安静了下来。宁儿大惊失色，盈盈泪珠缓缓流转。你师父要杀相公，这可怎生是好？姐姐，你武功这么高强，你师父就更不得了了。大哥如何是他的对手啊？若是大哥不在了，我洛宁也绝不苟活人世。萧清玄缓缓摇头，坚定道：宁儿莫慌，师父的性子我了解，他要做的事情坚决果断，从来不拖泥带水。我自想想，若是我师父真个要杀琳琅，在萧家便已经杀了，还用得着把他带走吗？这话有些道理，洛宁清醒了些。可是若姐姐的师父不是为了杀相公，又把他带走干什么呢？他们两个势成水火，也不知道现在都打成什么样了。是啊，相公和师父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呢？他们会打成什么样呢？萧小姐心里说不出的烦恼，摇头轻叹：这个我就不清楚了，只有师父和琳琅知晓了。这关键时刻我们不能乱了阵脚，须得定下心神，让琳琅放心才是。师父虽然武功高强，但我们夫君也从不是靠武艺取胜的，他从金陵一路走来，历经艰险都能化险为夷，靠的是智慧和算计。师父第一次杀不了他，以后就更找不着法子了，我们要对他有信心才是。萧清玄一席话有理有据，叫人安心不少。正如他所说，要杀林三儿最好的机会只有一次，错过第一次，林三儿就是九命猫，想死也死不了了。姐姐，你可知师父把大哥抓去了哪里？这山上风高路重的，也不知大哥穿了几件衣裳，要是冻坏了他，可怎么得了啊？巧巧喃喃自语，泪珠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这个我也不知。萧小姐摇头轻叹，心里的难过更甚于巧巧。一边是养育了自己并授予学问武功的师父，另一边却是生死不渝的相公，二人势成水火，叫他如何选择呀？只有先上山瞧瞧了，先去师父的居所看看，再四处搜寻一番。我已向父皇请了虎符兵令，调动三营兵士数万人马，在这方圆20里内仔细搜寻，不找到我琳琅，绝不收兵。
萧清玄的话语带着一股决绝的意味，他出身富贵，气质雍容，稳重中又令人信服。洛宁和巧巧听他一番话语，顿时安心了不少。眼瞅着已到了卧佛寺前，一行人马车辆都停了下来，远处纵马行来一人，飞快地翻身而下，跪在车架前。末将胡不归参见初云公主，请公主示驾。洛宁是认得胡不归的，在山东便是他帮着林婉容寻银子，闻声惊喜，拉住萧清玄的胳膊道，姐姐，这位胡将军是跟着相公办事的，也颇有些能耐。萧清玄点了点头，神色平静。我知晓你儿请了徐渭深夜进宫来寻我，我便知琳琅出了事，向父皇请兵服食，调集的都是夫君在山东统兵时的旧部，这样他们办起事来尽心尽力，我调动起来也得心应手。萧小姐果然不愧为皇家公主，处事稳重老练，细节考虑周到，宁儿和巧巧听得甚是佩服。萧清玄隔着帘子淡淡道，将军快快请起，我与琳琅乃是结发夫妻，父皇早已将我许配了他，今后我便是林家妇，切莫再以公主称呼，你们都是跟着我的夫君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我就叫你一声胡大哥吧。末将不敢。胡不归激动地趴在地上连连磕头，请公主请夫人放心，林将军乃是我粮草军的主心骨，没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末将手下带着的都是与林将军一起在山东浴血奋战过的老兄弟，绝不允许有人坏了将军一根头发。公主就是公主，短短一句话不动声色便拉拢了人心。洛宁心里佩服，朝萧小姐挤了个眼色，萧清玄微微一顿，既如此就有劳各位了，胡大哥请你派人将这方圆20里内围住了，自内向外慢慢的搜索，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，每隔半个时辰便鸣炮一次，好叫琳琅知晓我们就在他身边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架空小说《极品家丁》。萧清玄将诸事安排得井井有条，胡不归急忙领命去了。不多时，第一通炮声便响了起来，震慑山谷，轰轰作响。萧清玄在巧巧与洛宁的搀扶下缓缓下了马车，闻听隆隆的炮声，抚摸着凸起的小腹，微微苦笑。我们这孩儿便是命苦，娘亲才方脱困，父亲却又入了牢笼。巧巧心忧道，姐姐，这山上风寒太大，道路难行，你有孕在身，还是不要上去了，我与宁姐姐上去找寻大哥。萧清玄坚定摇头，不可，你们不熟悉山上的情形，也不知道师父习性，极易漏掉蛛丝马迹，我有武艺在身，坏不了事情的，你们不要担心，早日寻到琳琅，我们一家团聚才是正经。二人苦劝无果，唯有依了他。小丫头李香君却是拍着巴掌笑道，好啊，师父回来了，师姐也回来了，我也回来了，我们这也是一家团聚啊。数万军士燃起火把，鱼贯而上，远远望去就像一条点亮的天梯，直通天上而去。四个女子行在万军丛中，跟随着大军一起上山，心情急迫之下，脚步却是最快的。胡不归以及杜修元手下的兵马，皆是林婉容在山东亲手带出来的，是的的确确的子弟兵。那些在世人眼中一钱不值的粮草兵，只因林婉容一人，一夜之间便名扬天下。林将军有血性，有义气，剿灭白莲，沙场演兵，战功赫赫，天下景仰，这些都是众人亲身经历，哪个不服他呢？听胡不归说，这几位都是林将军的夫人，其中还有一位便是明清大华的初云公主，真个是英雄美女相得益彰，这可是粮草军的荣耀，
众军士倍觉振奋，不自觉地便结成队形，将他们呵护在中间，用身躯将那寒风挡在他们身外。他们这是做什么？寒风能挡住吗？傻傻的样子。李湘君不解此中奥妙，他对此处熟得不能再熟，一路驾轻就熟中，望见那成群林立、密密麻麻遮挡寒风的士兵，忍不住开口讥笑。住口！三个女子一起怒喝，不仅是清玄宁儿如此，就连那向来好脾气的巧巧也是变了颜色，望着他横眉以对。萧清玄哼了一声：“湘君，你小小年纪，怎可是非不分？这兵士便如普通百姓，他们的情感是最质朴的，谁对他们好，他们就会对谁好。这一路之上，他们维护我们，不是因为我是公主，也不是因为你生得好看，他们敬重的不是我们，而是我家夫君。”巧巧低下头去，泪珠盈盈打转。他们的敬重是大哥拿了性命换来的，你莫要借此事开玩笑。宁儿最是直白，脸露凶相，恶狠狠道：“小妹妹，我很郑重地警告你，你若是敢在大哥面前这样说话，他一定会杀了你的。”李湘君吓得大哭：“欺负我，我找师父去。”他小脚急跺，飞一般的向山上扑去，转眼就消失的不见了。三位夫人面面相觑，萧小姐微微一叹：“湘君只是性子有些顽劣，心肠倒不坏，两位妹妹可不要怪她。”巧巧抹了眼泪，拉住宁儿的手，嫣然一笑：“我倒不怪她，宁姐姐，我瞧着你最近说话的神态动作，似乎都和大哥有些相像呢。”“是吗？”洛小姐羞涩地捂住了脸颊，心里却是得意：“我哪里像他？那不丑死了。”巧巧一语点醒梦中人，萧清玄也吃了一惊，方才这一番话可不就是只有林三儿能说得出来吗？怎的轮到我了？当真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了。是吗？宁雨熙神色突然淡定下来，将那药棉随手弹开，缓缓坐回床上，闭目沉思。那你便去寻他吧。宁雨熙忽地换了个神色，冰冷中说不出的淡漠，与刚才的情形截然不同。林婉容小心翼翼道：“神仙姐姐，其实我也不是想就此离开，只是清玄现在身怀六甲，这山高路重的跑来寻我，要是万一哪里出了点差池，我就是死了也心里难过呀。正所谓宁做花心鬼，不做负心人，我出去看一下，马上就回来。”宁雨熙不言不动，双眼紧闭，脸色平和，似是没有听见他的话一般。这是什么态度？到底是让我见还是不让我见？林婉容眉头紧皱，想了半天，一咬牙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宁儿大小姐、巧巧他们都还在山下，清玄更是挺着大肚子，我哪能丢下他们不管？这还是男人吗？他下了决心，起身往外行去，走到门口，又突地转过身来，却见仙子端坐在床上，一动也没动过。就是这样了。林婉容叹了一声，大步流星往外行去，再也没有回头。宁雨熙睁开眼来，望见那扔在地上的药膏望远镜，熊熊篝火照映在他脸上，熏红中却有一丝说不出来的苦涩。穿出石洞，越过温泉，便到了绝壁边缘。遥遥望去，透过层层的阴云，隐隐可见山下亮着一排一排的火光，就如萤火虫一般的大小，缓缓向上移动着。对面的仙房中隔着层层云雾，看不分明，隆隆的炮声不绝于耳。他双手合在嘴边，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朝着山下大声地呼喊。山风呼呼，眨眼便将他声音吹散，还未传出十丈之远。
一定是今晚没吃饱，他咬了咬牙，不信邪地聚集了浑身力气，扯开嗓子大喊，这千绝峰高千丈，离那最近的圣房横着也有几百丈的距离，终日里云雾弥漫，氤氲缭绕，他声音就算再大上十倍百倍，也无人能听到，无人能看到。在世人眼中，他便是这绝峰之上一颗小小的尘埃，谁能留意到他呢？叫喊跳跃终都是徒劳，费尽了所有力气，他嗓子冒烟，新伤旧痛一起涌上心头，忍不住一屁股瘫在了地上，浑身散了架一般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。仙子说得不错，这绝峰矗立云霄，远隔人寰，绝非人力所能到达，就算在这里叫上一辈子，也没人能听得到。难道真的要困死在这里？他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无力感，躺在冰冷的地上，任寒风吹动，却懒得动上一动。你怎么不接着叫了？一个轻轻的声音传来，宁雨溪笑意吟吟，倚在洞口处望着他，脸上说不出的欢乐。唉，我只是想和清玄说几句话，为什么就这么难啊？听众朋友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